Hello， 各位 KBox 音乐制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炎亚纶。我的首张个人迷你专辑在3月20号正式发行哦，专辑名称叫做《下一个炎亚纶》。那相信大家都看过第一波主打歌《下一个我》里面的 MV， 非常的有挑战的意味，挑战自己，挑战自己接下来要走的路。那希望在这个 MV 里面中想表达是脱去很多保护色啊，以及就是之前的包袱，所剩下的最纯粹喜欢音乐的炎亚纶，最想在舞台上面展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炎亚纶给你们看。那希望呢这首歌呢能够传达我想要传达的意念给大家。那除了下一个我之外呢，另外还有其他的5首歌在里面。那每一首歌都是非常不一样的风格，比如说有都会的 R&B 啊，以及跟 Olivia 合唱的对唱情歌，还有 Tank 师兄帮我写的一首抒情歌，非常的朗朗上口。那还有一首比较特别的，就是钢琴演奏曲，就是纯粹只有钢琴的。那在这一首歌上面做的挑战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呢在录音室里面你只有钢琴，然后每一个细节都会被听得非常清楚，然后再加上那个谱长达大概有6页，所以必须要全部背起来，然后以便将来呢在这个舞台上面可以完整的呈现给听众朋友们。所以呢希望呢这张风格多变的专辑呢能够让大家看到很多不同层次表演的炎亚纶。那支持正版音乐，想要下载好音乐就到 KKBOX 吧。